精心布局，细致刻画，将2300年前一场大战活现眼前。从漫画走向电影，漫画人西岸物攻威力。佢喺人物场面嗰方面，有一个好独特嘅感觉俾到读者或者观众嘅。横刀立马，一仗守孤城。横看物攻天下，物者诞生篇。星期日晚9点及11点，13频道有线娱乐新闻报道。好娱乐嘅，好中意，好好睇嘅。